咁冇老豆，仲有咩坏嘅后果呢？讲真，对我嚟讲，而家就认真啦吓。真正有一个好唔好嘅后果就系、是，由细冇老豆，影响到我到今日为止，我无论喺边个机构工作啊，我都觉得啲男上司系好难相处嘅。即系我谂嗱，唔关啲男上司事，主要咧就系、是、因为即系我谂系由细冇咗俾人闹啊嗰种咁嘅习惯，俾人闹嗰种嘅训练。好彩我个同学就唔同啦。我個同學咧，佢已經讀咗好多學位，唔知咩博士咁噶啦。但係我而家每次去佢屋企探佢咧，都見到佢老豆鬧佢：你係衰仔，你都冇知識嘅你，一張三千七你都唔識得點填。咁但係我呢個同學咧，又每次都話：係阿爸你啱，我冇知識，你有知識；我冇知識，你有知識。咁所以我呢個同學而家喺公司咧就扎得好快，但我就唔同啦。我每次喺公司俾老細鬧咧，我就有種被後父刻薄的感覺。所以我一人一被人罵呢，我就辭職了。但有時辭職都不行，有些老闆會捉住你：王子華、啊、你在我這裡做了幾年，訓練了幾年，現在說走，那你即是吃碗面反碗底而已。那我就會真的生氣了：老闆，我吃碗面反碗底？說真的，你吃幾多少我吃幾多少，你給了幾多少我吃，你心知肚明啊，不坐飯啊，都更正了，我現在是吃碗底反碗面而已。